少女 Angelababy 在2022年宣布离婚，震惊整个演艺圈。如今过了一年的时间，双方也开始各自过上自己的生活。虽然日前被传出事迹复合，但两人都没有正面回复此事。而 Angelababy 近日出席活动时意外被捕捉到，和一名西装男互动亲密，对方也直接伸手摸着他的手臂，而且似乎因为现场音乐太大声， Baby 也直接靠在男子耳边聊天，更不时露出灿烂笑容，看起来交情很是不错，让粉丝纷纷猜测 Baby 是不是有新恋情。但也有网友指出，这名男子应该是品牌总裁，两人交谈就只是正常的社交，但因为没有拍到男方的正面照，因此真实身份有待商榷。不过照片曝光后也再度于网上引起热议。